故宫相簿。你看，按一下画面，然后就出现右上角这个箭头。你看，可以，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、2020年呢、2018年啊，2019怎么没有？19有了，左边的显示有看到，2018年哦，庙会的比活动的比较多。2007年哦，哦，你看刚刚那个南昆生带天虎，你看那个建教活动去拍的。建教活动期间拍的，拍庙会的，拍庙会的也很多呢。拍宋江阵的。麻豆总园艺文中心的，你看还有这个王串呢、啊，安定书错真故宫，王串呢、啊，你看，配合柳营戴天宴呢，出巡活动，绕境啊，到达那个南头港，到达南头港哎、欸。按共享可以，然后资料夹复制到 SD 记忆卡，按贴上，档案已经存在了。那怎么做啊？那怎么找到那张？按右上角三个点，排列选，不是增加资料夹，也可以哦，增加资料夹存一下。没有，按一下排列，按一下类型，然后影片呢就可以跳过去，直接来找图片。哦，影片比较多。照片在上面，在资料夹下面。哦，真的有呢，这个、哦、这一张啊，白色南华大学图书馆，吴进藏图书馆。